8月24日，有网友晒图称，在日本街头偶遇陈冠希遛娃。照片中，陈冠希打扮得很是随意，穿着睡衣和拖鞋，推着婴儿车。在另一张照片中，陈冠希似乎不停地在用手机给女儿拍照，变身晒娃狂魔。今年超模秦舒培为陈冠希诞下一女，陈冠希从此就开始不停地在社交媒体上晒女儿，宠溺又幸福。看来成为爸爸后的他，也变成了一个女儿奴。